中华之邦25年开打一个星期，场上是美技连连。同一师的台湾轰炸机陈庸基，还有义大的菜鸟林威廷，在游击防区是互尬美技，是本周的最大亮点。哇、哦，这一球被方克伟打在右边，哇！被小破流氓没收了哦！中华之邦25年一周好球回来了。首先看到姜还是老的辣，小破流氓马上用美技来攻占版面。这球打成了一个一垒方向的反弹球，哎，恰恰加快脚步，恰恰表示我也是老将了，而且我老功劳还是可以跟你拼速度。看他用这个滑垒的方式把跑者给刺杀在一垒之前。球打得不错，但是在左中之间会不会成德州安打？没有，国俊又说在我的防区里面，想都不要想。我的支点里没有安打，因为锁定你。Nice play！ 哇哦，哇，有结实啊，在右边方向冲上来，有没有呢？哇哈哈哈！身为一周好球的常客，只有上榜一次不专业。刘富豪本周梅开二度了。这球，哦，真的，我打啊，你当时必将高跳。接下来看两个二垒手美技打 PK， 叶如轩跳得老高，上演空中抓飞鸟。哦，这一球依旧打得不碎呀。周广胜终于回到先发行列，不止打击够水准，守备更是没话说。这个飞扑接杀帮投手省下一分。这一球打的感觉还蛮扎实的。哇，这一边啊，小破漂亮，接得更漂亮，又是小破上榜两次还不够，连一周好球都要来上演帽子戏法，好厉害啊！哎，来做一个触碟，哇，看三垒离得很远，来不来得及呢？可以哦。也看队友美技一个接着一个，今年站稳先发三垒的黄恩赐当然不能漏气，这个长传是又快又准。啊，被打穿了，危险。拦住，漂亮，转身穿一垒 ，nice play， 哇、哦！本周最佳好球，来看两个游击美技，就连球评都觉得已经打穿了。台湾轰炸机陈庸基硬是把球拦截，快传一垒 ，out！ 第一球就打了，从中间穿得出去吗？哇 ，nice play，nice play， 非常漂亮的一个守备动作啊 ！Waiting for you， I'm waiting for you。林威廷展现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，这球从接到传，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